然后怎么发出侧上旋啊，怎么发出侧上旋，侧上旋呢，首先拍面要立的比较多一点，这是第一点，不能平了啊，也是要立的比较多。然后在触球的时候，在引拍的时候，拍面后仰，接触点从这个位置啊，从下而上的一个力，要给这个球一个从下而上的这样的一个力出去的。因为你要它有上旋的话，这个球一定要向前滚动，是吧？所以你发的时候让这个球往前滚动，拍面多立一点，甚至有点带勾的。因为你正常，比如说我们下蹲砍式发球，正常握拍就是正手力的握拍，稍微握前一点，是吧？正手力的前握啊，然后前握呢，你勾回来以后，这个拍面会有一点倾斜，这样你握再去摩擦的时候，就容易摩擦到球的底部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准备的时候，拍面稍微的，要想发侧上旋的话，稍微的勾一点，带一点反手力啊，这样的看。然后引拍过来以后，看这个时候它就会比较立，在你勾回来的时候就会相对立的多一点，然后再向上去摩擦它，再向上摩擦它，看一下啊。对，
好，我们刚才示范了这个正手下蹲砍式发球发上旋的动作，我再补充一点，就是触球点。因为我们在发上旋球的时候要让这个球有一个从下往上的这种摩擦，所以我们触球点就不能在很高的位置触球。比如说在这里，虽然说我的动作是从上往下的，对吧，但是球啊它是在往下走，你的重心很高，这样虽然你是往上去用力，但是你整个动作下蹲的时候动作重心还是在往下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时候虽然有了向上的力，但是往下的力也很多，就很容易发出这种下旋球啊，或者说发的这个上旋不充分，你看有这种情况是吧，很高，球会很高，会造这个第一个原因。再一个呢，砍的过程当中啊，球的这个上旋不足。那么要把这个球上旋发的比较强，要当球落的比较低的时候，相对位置要低一点，然后再往上去用力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借助球的，你看抛的时候抛球啊，而且还强调点啊，抛球的时候距身体不要远了。比如说你抛完了以后球在这里，你这样用力的话，虽然说你想往上用力，但是你用不到球上面，球在前方，在你身体的前方，这样你发力的时候这个力还是在往下用力的，所以这个球还是容易发出下旋。所以球抛的时候离身体要近一点，最好是落到这个位置啊，离我们这个球拍近一点的位置，这样你可以借助球下降的重力再往上，再往上出去，对吧，啊，要借助球下降的这个重力再往上出去，才能发出比较强烈的上旋。如果您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，请打开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乒乓网进行提问。